100块叫你起来餐厅不用100，来50块，50块泰式柠檬鸡腿卷，一个人10条给你，用油炸、用煎的、气炸锅都可以。好哥你好，50块大两个要吃，鸡腿卷啊，来50，很好吃，一个10条，不是5条，10条给你哦，来50块，小姐要一份哦，来赶快。泰式柠檬鸡腿卷，这边6个，我给你50块，没有钱找，没钱。收到钱就不要找我付。来，进来找一个。来，进来来，50块拢有看到未？拢有买着未？哇，这也未买啦，进来啦。哎，50块唔免去敲钟去问爸爸妈妈，家己做决定好，好不？来，50块我吼。来，一个10条，来。来，50条还有一个。12条，后边小姐搁要加上2条啦。12条啦，50块讲起12条，好歹。第一个。要出么5块？第一个。以后不要。来，小哥，500块来乖来，进来，500块，进来啊！我小哥袂买完啊，我就好啊。来，500块，来春节人进来，不然我无小哥真正无啊。来，500块，来拢互你咧，来500块，抓。二来，啊，要食哪位鸡腿卷可以分哦？来，泰式咖喱鸡来，11个。泰式的咖喱鸡有没有买过？没有哦，这里交给本我占了。来，200块，200块了。红龙的泰式咖喱鸡，200块来，新哥姐妹来，好不好？来，200块来，700块，700块去哪里？200块，700块来，来200块，200块，200块来，泰式柠檬咖喱鸡进来，来200块，泰式咖喱鸡了，780了，200块了。这个不介绍了啦，这个你们外面价钱都问得到，这个我就不多介绍了。他这样会看钱啊，这边花月娘呢，我们看小林妹笑呵。来，红龙咖喱鸡个人要不？200块都来，700块你来。最好两个人给娘，红龙咖喱鸡，各位老妈，懂吗？好，来，谢谢，真的好香哎。来包一瓶200块来，200块跟小包一样，200块。200块都来，1包，2包，3包，4包，好，你来2包，来7包，请你来，200块来，赶快，鲍鱼200块，真是鲍鱼，今年爱吃来2包来，今年2包，3包，4包来，今年来5包，你来，真欢喜啦，那个鲍鱼真经好吃，都方便的，200块都，200块来鲍鱼，这2包的动作快啊，全部盖起来，要不要快哦哈，来200块，红龙泰式咖喱鸡。来我包你啦，来200块都包你。看到了。今日不要就爱跟我讲哈，来3包4包来我包你啦，来包你200块都3包4包来我包来200，安尼拢关掉未？包鱼太一直搭啦，是安怎啦？来200，我买了哈，来200块谢谢，来多你也袂哦。出来你拜三宝，讲你要三，我袂记啊。哎呀，有人啊！有人，哦，今日起来，哦，来包你200块都。来，红龙泰式咖喱鸡外面的价格是150块，来200块来，200块阿伯贝，最低价格，包你200，安尼拢有买着吼，来谢谢，来要吃牛奶，阿伯吃咕噜无，来，有要吃红烧牛奶的来开300块，200块来这，200块都买些红烧牛奶啊，不这边哦。其实我懒得比价啦，其实我每次比都觉得外面都蛮贵。每次比完外面都很贵。100块来，买2包哈，给我来。来红烧牛奶100块，一个人1包，来700块来。嘿，我都卖100，你青菜都卖零，不要恁气价呢。来红烧牛奶100块，700块存3包两三个人给你，来700块。红烧牛奶100块，有没有要吃红烧牛奶？1包100而已，非常好吃，非常方便。红烧牛奶几包？啊，谢谢。来，阿哥们想让伟立功。来，想吃哦，要吃这小朋友，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来，这钓鱼片呐、啊。我买几个？我买几个？几斤？买几个？要抓的呀？哎呀，没有拿过那么大份的来，你要吃的来，举手。没有买没有关系，选个价，我大哥选个价，我们给你买哦，我们光用选个价无聊。那煮汤应该蛮好吃的。来选个菜，来我当时要搞的，你不要搞，大家花一千啊。哎，这一片。
所以嘛，拜了会骗全家人是刚刚差不多哎。对啊，要休息。或是用真的。哎，我爸说，哎，我真的要。再加柠檬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好了，不要了。做柠檬鱼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讲真啊，这是用两百几块啊。这两地我卖你，我卖没。做做鱼汤或做柠檬鱼应该蛮好吃的。你直接在讲第二天呢，还三百块啊。几点半没？你两条三百买无啊？几点半？我请你来三百了，要一个三百块。你真的这真的太大片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想想我在我那边呢，来三百了，三百块要一个三百块。老板呢？我做什么收开啊？卖不了那边东西啊？你这物件三百块两条就收啊？红心能卖？你卖一碗到底多少？到底八块？要许愿这三的三八七的六十几八，马克波兰来电啊！以我的估计哈，这外面以这个赛事，尽量便宜啊，这样你也要最便宜应该一百八。来三八来，最安的没人要一遍。以我的感觉啦，这外面最便宜应该要一百八以上，最便宜的。随便好吃，三八好够人不买的不？因为我拍久了都有感觉，我都大概抓得出来那个外面一片大概多少钱。时间到，来三遍，阿哥，还有谁？队长，在学校，帅哥，哪位呢？我现在抓价格也很准了。我变成黑了，我变成黑了，黑了，不要我领了，不要我领了。一个纠结，我三八，再卖一个好不好？我那要求是，最后个纠结人给来三八红，个纠结来三八，谢谢，谢谢大哥。弄怎样会被冲线了吧？应该怎样了吧？是，我去，要考丢脸，要。外面一百八你会觉得很便宜，我跟你讲。但是这边一百块你买不下去，这个就是这样子。来啊，你们四个客人啊，这里你会去大卖场买一百八，但是这边一百块你不会买，这个是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没关系啊，有买到嘛，七三地去帮我买买好不好？我当然不爱去买这行啊。先来了钱吼，无啥人爱买，我就袂爱买啊。来，七三地去买哩，有买到无？两百到够了。哦。哎、欸，够一出，来两百了，有买到嘛？三地了，来两百块，要了。两百块。对呀，你呀。夸张。来，帅哥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哈，不好意思哈，再买你卖你们两份。所以现在这个价格，外面的三分之一。所以假杰哈，来一嘞。刚才卖的价格是外面的三分之一。为什么哥？稍微解释一下，你们就大概知道那个价差多少了。来，葱抓饼能大好多，两百块了，葱抓饼哎。我的葱抓饼多少钱？一包有五片，两包有十片，卖你两百，很便宜的，对不对？大家拢买，对，华金还没有领钱，爱切十泡领钱，包虽然我贵心嘛是切十领钱，但是我领钱，讲我爱搁提钱放人。来，你要吃这两包，没两包，你要两份也可以，三份也没关系，两包就是一份，来七百二。听说这个超好吃的，七百二。听说这个超好吃的。姐姐，你要一份两份？欸、我要吃饭。这个跟千张都要买。我是不要吃饭的，根本有七千千张蟹味跟这个都要买。还有没有要吃葱姜的？一百块，谢谢。哦，我看你别得了哦，卖我一根了。因为我大概就知道，其实我不用查，我就大概知道这个价格大概落在外面价格，大概落在哪里。一千了哈，给呢。这干贝的大盒，这是新的，这是边而已。我拿一下，也不用一千了，来我搬过来。新的，来我把这个干贝，那就是顾名思义，这是圆形的。哦，它是真的干贝哦。是从小干贝变成大干贝，非常好吃。来，一包给我几千块的，一三百块的，两公斤哦，没几千，没八百，了了。来，我发货。五百块。进来啊，进来啊。哎，进来，你收的。哎呦。两家冰收的，两家冰收的。然后的话，两公斤我发货就对了。来，我发了，最后几个两干贝，原干贝五百来，最后一个客人来，五百块，两公斤。对啊，姐，做好吃，真真的，真难有回事，大哥要，没有啦。
来这边，来阿伯吃虾来，阿伯咸酥鸡干不是？我今天刚弄我，来三只鸡三百，一百，一百七，一百六，一百五六，买你买三百七百块，三只鸡三百块，要买要快哦。强强的骰子鸡，要买只要快来三八七八块，来三八块的，好吃。骰子鸡长这样嘛，我后面就看得到了，气炸锅、油炸都可以。来两公斤三八块，切片啊！来骰子鸡三八三八，你是做乜菜鬼啊？啊？你代表？怎么代表？来，这样七包两百六，来八块的，一百元，让你们试吃。吃，来一百五。外面的原干贝好像至少300块以上一包。来一百五。外面我查到原干贝好像都要300到400，一包一公斤300到400。这个有搭配哦，搭配很简单哦。那个聊天室上面有一个连结，那个是社团。你先加那个社团哦，在个聊天室的最上面，我有放连结，加入社团就可以问搭配的事情，老板会亲自回答你。不够对不对？我先摆下卖你们。来，我们贾青爱来，我睡吧。吴明威你好，又听你好。来，别去管啊，来五个人，来四个人去吃，免开始千八百，别吃鲑鱼哈，漂亮千里千少有只，来五百块啊。我跟你讲，他喊五百的话，外面至少800以上。我大概都抓这个价格，而且抓起来都差不多。蛤蟆，不会钓蛤蟆呐？这个不会钓个水花。大家水花都蛮多的。Tony 你好。先生你好。我现在就可以马上把你加进来。500块，陈阿姨，给我吧，来我吧。哎，有人要煎鱼啊吧？陈阿姨，我吧。给煎陈阿姨的动作快。上啥哦？刘郎，来我吧，来全台我都会直接跟你讲，外面的价格大概是差大概到多少，那你们就知道，这样比较快。哎，他都没有跟你讲，来我吧都。来，就他几个人给你钱了，500块，对，500块，别钱的，500块，哎 ，Hello， 反正外面至少，新西兰兵不低，最便宜都要800以上，再500块，都还没清楚，很多。那个 1,2,3 人客，来我办了。就几个人客，假设流程啊，就整起来，不然一起整起来，真正胖的人来我办，我先别接了。唔知我讲啥了？来我办好了，来三个客人出去好了，来500块。来就几个人客呗，1,000块就买不起房，旁边来我办好了。500块，真的，1,000块买不到，外面买不到。想买了，你们还不买？来，陈阿姨，我八，来，大哥，谢谢。真的，外面买不到了，跟你讲，两倍以上的价格正常。高嘞，喂，尾鱼啊，公仔是尾鱼，等下是陈阿姨，来，我八块最好两个人吃。公牛按摩，你们到底想吃什么？你们要讲啊，要搞公款，你什么假象？好不好？鸡腿肉卷、小香肠，是种什么物件？不是鱼的物件，我拢有。我阿妈鲑鱼、毛蒜鱼。哦，要托托，天天无讲就托托。来，红龙鸡块，咱要蒸无？五包尔，一包二啊五，200块。来，大号的人，150来红龙鸡块。来一包150来，不用200了。来，大号的，五包尔，五包。都是新的，都是新的，都是新的。这红龙鸡块，来我爸爸我啦，不是我爸啦。对，这是麦当劳。来150来，150进来。这真的是麦当劳的。这一包呢，两包都不要紧啦，红龙鸡块了。这个我就不介绍了，你们平常时候都接触得到。哦，不是我有带杯尔，你看看哦，对不对？但是百货在金南边啊，来百货的。
一百五十啊，你是咧饮钱的啊？无，那背包啊，又亏又又亏棺材，又亏棺材。来，一百五都拿到了哦，那个，这个对，这个对，来，放火锅来，对。这个是新的红龙鸡块，谢谢，收起来了。红龙鸡块，不买就收起来了。感谢各位来 ，Porter 来 ，Porter 买一千，买八百，买。来五百块来，土托鱼五百块来，八百哦，吃八百 Porter 哦。我不吃 Porter， 我是拢卖一千块啦，啊，得赶紧啦，得我得我卖领钱，开五百块就有滴 Porter 吃中块啦。好，你哥，你看，发票未掉啊？这条搁请你来五百块的，五百块多少钱？要淘票哦，个人要签吧，来五百。直接让你看。来，这条搁我拎啦，来五百块来啦，五百啦，四节都袂要听你讲。下载一卡，八百淘票来，五百块来，最后剩三六条都来淘票啦，五百块左右，吼，你大家拢买会到啦。无大地，但是真正足水，拢总无大坑，而且都搞出足，来五百块来淘票啦。来，上面看到托车，爱甲我讲来，来五百块来，托车五百块，五百块来，今年最后两个人叫对，托车五百了，没有人没看到吧？来，最后一位人托车，五百块了，来谈开谈开，来五百块了，五百块来，三点四点，刚才那红包一块卖多少？来，春节两天五百了，五百块，我买到了。来，我帮我买托车的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再上来啊。小许你好，帅帅小小许许你你好。接下来，帅哥啊，这啥事？借的啊，走了一个，这边有人买土车吗？啊，走一边啊，有钱有你无？我咧房间啊，看准备坐拢两支，来，有钱有你，我来叫过来。我帮你叫。来，你有买土车的到吗？我好无地啊，不巧买有大货的人，今日走一个呀，房间头前买一只。加奈的话，加奈的话。我两条哩，啊，你出去拢一只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再等。啊，这个是一百就对了。来，二位有没有来？那个社团里面上面有赖的赖的账号。你天霞，来啊！0960720112，0960720112。贵山不山没有货啊？来，土烧钓鱼部落各位，对，就是那一个，剩下这一盘的，904那个就是那個，价格也就，你用那搜寻就好了。干嘛那么价格？这蟹啊，基本上你解冻就可以吃了，可是我不建议吃的。哎呦娃娃，你太明显了，收敛一点嘛。对，哪位啊？对吧？叫你北京的，对，叫你白北京的。来，有没加土烧钓鱼部的来，能发货没？这个你回去娃娃擦一下口水，你就给它加热就可以了。加热哈，标北风的，标北风还能加，就不要加，就不要起啊。还能一公斤两包，一公斤就卖350，卖400了。来能八，就姐妹来，标一百块，能八好。你没有吃过的来，我给你试吃一份。老师，你要再打，我不试吃。帅哥，你快走来。了了了。一个人给两包一公斤啊，一公斤啊！你好，真正哦，你试吃，你看看我物件厉害。不两杯药啊！啊，我是甲你讲，这平常时啊，不能落地杯啊，拢是一份两包，两包有上上在两包的。今一个给两包一公斤卖给两包，大家都买一份，真的不错。哦，你那保养叫去那个加热，交给朋友，两包的两包的霸王才一百六，一百块来交付啦，一百块来。来，每个人都可以买啊！一百块钓鱼部落个吹出来的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有收啊嘞！有收啊嘞！四个，四个，来五百的，十六包总，四个，四个。你看全部卖的，那个冲高位。来五百的，哎，小姐还没有买到，一个而已啦，五百。鸭打，我已经搞定了啦。可以啊，鸭打。来一千的，一千吗？那我出包。我的卡就看没呢。哎呀，我们要上班。我打你啊，你都买假的。哈哈哈哈哈。玉米啊，玉米来。哎，过来，来这个，那个你。没来，我没来，我给你买来我。
亲戚有赖啊，亲戚有赖啊，亲戚有赖哦，有赖号啊。哦，我惊电话动起来要讨钱哦，因为我电话接你今天是咧，我袂使讲靠。真的啊，来，五三再付一百，一百块啦，一百块。有买过的，没有买过的，试吃。下次是200咯，没有100的。